两斤了。你那张鸡蛋哦，你的鸡蛋吃的是空，知道的，知道的，知道的。他们还包不了，就那么多，没事。夹具安装到位啊！弄啊！我镜头不在我这是？不是我。开机。右前轮二号传感器，将水平调到中间。调到中间位置，这个拧紧。我这种谁来搞？左前轮一号。好了，好。不打。这边切换一下四轮测量。嗯。抢没抢轮子啊？嗯。重新选择一下，对吧？四个轮胎的前速啊，看一下轻脚，贴着微信看。你脚没什么问题，看 F 五。下一步，好，这个参数误差就比较大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给它调一下。方向刚才动了一下，然后显示这个数据，第二桥的数据还是比较标准的，然后调第一桥调一下就好了。起到样去了吧？行的。用过。什么？一万？鞋子。小胡了百种，胡了百种。狐狸。狐狸瘦子。一条。两万去啊！再来，再来。怎么来着？